张志宇。比较那个有纹路的深的。这个。师姐，好香哦，那种香蕉的味。对。挤啊挤挤。好了。有没有香蕉味？你是太多了吗？倒一些。你是弄太多了。真的，你用太多了，等一下。那秋不能用手，糟糕了，这个我们自己吃。那假如说你们要等一下，你们会认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可能你们两个人、三个人自己的人就给它绑在一起，等一下绑好了以后再重绑在一起。那等一下熟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是哪一个哈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做的人有得吃，站在旁边的人下流，站在旁边的人等一下，我们做三个。先绑，那你我们包的一半吃，当然客气。不会，开玩笑。OK 的 ，OK 的，因为他用真的话是不会分到那么多。对，那个是生米，所以我们会对泡好之后我们会蒸。没有泡啊，这样子把饭压进来，把饭要泡水，一定要泡水。你不泡水，小米的话不会那么快。糯米也一样啊，我们猪爸长什么对劲？拿着，先拿着，不要呛。拿好，等一下。可以吗？妹妹，啊？哎，不对，你这个是里面的。你弄错了，这个给我好了。等一下再一起。香蕉。香蕉好，对。弟弟帮几个呢？对啊，那边会不会太挤？再过来一点。对，哥哥帮我一下。是。弄错了。两个，你小心都要换掉了。对，你要吃两个。也可以，你卷一卷之后，哥哥帮忙跟绑绳子啊，一个拿，另外一个帮忙对啊。比如说，爸爸用了之后，你就拿绳子帮忙绑绳子啊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果然是家味的。那个要做记号，那个要做记号。哎，你嘛，好，这个，嘴巴捂起来。给我，先给我，绑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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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绑